西会喷水，然后还可以把你喷很高，然后再丢进去，还要用外一个花朵，可以端端端。我要一个花朵，全是要煮的。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要一个当弹簧床。弹簧床。对，这花朵可以当弹簧床。花朵可以当纸的那个弹簧床。哇啊！是啊，小英的游乐园，你这样会挡住溜滑梯，不是吗？我觉得你不要再弄它，你弄刚刚那样小花，用原本的样子最好看。对啊，越弄越复杂，不一定好看。对啊。好，拍一张照。不行。不行。对。